好，我是包子。2022年快结束了，这支影片呢，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2022年排位赛中最常出现的前十名角色，不止排名外，还有他的出场胜率跟他的身高以及生日哦，有没有很期待呢？在开始之前呢，先欢迎我们的干爹 AshVPN， 它是具有3200台的服务器，分布在100个国家，不管你是 Windows 或 OS， 都可以跨越各国，安全的下载资料、观看影音视频。跨国最担心的永远都是自己的资料暴露。只要使用 AshVPN， 它是具有严格的隐私政策，让你可以使用的温哒哒。现在只要有一个订阅账号，就可以在无限个装置平台上做使用。偷偷告诉你我的折扣号码 HAUNG520， 订购2年再加送3个月哟。现在年末限时优惠 1.5 折，资讯栏都有详细的连结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猜猜看，你的爱角会不会进入前十名排行吧？第十名，出场率 2.5%， 胜率 49%， 名言身负原罪者，只配堕入深渊。身旁有一只小恶魔，技能图示都是绿色的，释放大招不会受到控制，是一名寄生战士。顺带一提，目前维拉的出场率跟他是一样，都是 2.5%， 生日12月27，身高168，那就是我们的炼狱之灾娜塔雅。炼狱之灾娜塔雅，从天使到恶魔只需要一次背叛。为终结被诅咒的命运，娜塔雅不惜背上叛族之名，在成人礼上大开杀戒，将所有族人吞噬。在这之后，娜塔雅遁入黑暗，宣誓向维拉效忠。她的毒牙更是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。世界背叛了我，我也将背叛这个世界。有没有人猜到是娜塔雅？她的身高168，跟我一样哎，而且她也是摩羯座。我跟娜塔雅也太有缘了吧？可惜我不太会玩她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公布我们的第九名，出场率 2.6%， 胜率 49.2%， 名言忍人所不能，能人所不能。这是在绕口令吗？你们念念看，超难念的啊。忍人所，算了，我放弃，我真的大嘴巴不太爱念。他是一名忍者，机动性强大，古板守旧。他认为艾里穿短裙有害风化，二技能加上大招有二段位瞬移，生日是在10月30，身高182公分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小短片吧。仰望眼前的人骨巨龙，入侵者汉牙了解到自己十余年来的苦心筹划，尽付东流。长久以来，迷雾岛的忍者忠诚地守护着海上门户，以换取来自光明圣殿的保护。这一切都源自于那多年以前双方缔下的契约。汉牙正是一名迷雾岛的忍者，自成年之日起，他便追随着拥有半藏之名的忍者领袖。尽管鲜有人知晓他们的存在，可迷雾岛的忍者正是这个世界尚未被黑暗吞噬的原因之一。然而他们的牺牲从未换来圣殿的一丝回报，傲慢的神奇已经习惯居高临下，因此汉牙暗自下定决心，势必要将迷雾岛从光明圣殿的体系中剥离出去。然而要斩断来自圣殿强大的本源之力，唯有运用另一股本源之力。为了达成目标，汉牙不得不与魔能深渊合作，透过服用木家爵提供的巫药，佐以深渊的秘术，汉牙将自己血脉提升至嫡系层次，借此他顺利地通过祖庙外层禁制，直抵供奉着契约的天龙阁。然而就在关键之际，他的药力开始衰退，血脉状态的急剧变化，最终引来了龙魂的咆哮。大批的忍者涌入，包围了天龙阁。尽管行动已然曝光，汉牙却仍不愿束手就擒。他抵抗着禁制的力量，
昂然站起，将陌生而强大的黑暗之力凝聚指尖，向着契约直刺而去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圣光从天而降，身着圣甲的圣使赞尼尔阻止了他的孤注一掷，也代表着汉雅的计划彻底失败。若非穆加爵及时赶到，汉雅绝无可能逃出升天。即便被拯救了性命，汉雅仍然坚持拒绝加入魔能深渊。然而穆加爵告诉他，只要随他回到深渊，马加大人仍能完成他的夙愿。这时汉雅并不知道，这个世界将成为艾森诺世界全新风暴的开端。天哪，汉雅他也太帅了吧，我都爱上他了，而且他的身高还182公分，哇，未免也太高了吧。好啦，现在就来公布我们的第八名，出场率 2.7%， 胜率 47.7%。 名言，我的字典里可没有逃避这个词，我想听到这边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猜到说他是谁了。是一名孤儿，由佣兵工会抚养长大，保护艾翠丝是他的任务。传说的干女儿造型非常的多，击杀或助攻时会刷新技能的冷却时间。生日1月9号，身高165，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猜到了吧？没错，他就是刀锋宝贝，超杀刺客刀锋宝贝，杀戮开始。短短1米，即可让刀锋宝贝累积瞬身刺杀所需的冲击力。传说战场上，刀锋宝贝刀进刀出，敌人倒下。刀和人一样，不好好磨，难显锋芒。第七名，2.8%，胜率49.1%。名言，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快要生锈啊！不是，第八名跟第七名也太好猜了吧？需要很长的发育期，手里握有大棒棒，在卢米亚的邀请下成为圣殿的一员。是第一只拥有隐身的角色，没错，他就是我们的悟空。他的生日跟身高呢，官方这边还没有列出来，所以悟空的身高跟生日是秘密哦。齐天大圣悟空，哈，俺老孙来也！萨尼的召唤让悟空找到了新的方向。英雄集结的战场上，强者如林，这种战斗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，才是悟空真正想要的生活。齐天大圣，虚名，虚名而已。接下来的第六名也非常的好猜，我在这里问你们哦，你们前面都猜对的吗？第六名出场率 2.9%， 胜率 50%。 名言，永远吃不饱的感觉真是难受啊。他是队友的保姆，有一个长长的链子，吃东西是他唯一的嗜好。蛇丸有配音过哦，这已经是送分题了吧？大家应该都已经要猜到了啊！没错，他就是夸克。吞噬者夸克，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。夸克为自己一生所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他被强留在地狱，担当刑拘一职，负责没日没夜的吞食生灵，无时不在的饥饿感，即使进入了传说战场，也无法停止。哦，吃东西是我唯一的嗜好。第五名出场率 3%， 胜率 49.7%。 名言，呼，还好今天没有穿高跟鞋。拥有16个造型，双手有枪，可以说是官方的亲女儿哦。爆发力非常强的英雄，酒量非常好，是一个月光族，经常找凡恩跟刀锋借钱。生日4月1号，身高168，他就是霹雳娇娃景。霹雳娇娃景，哼，想看我百发百中，这就对了。面对拥有魔法的血族，景依旧在战场上虐杀敌人，带着对血族的恨，景也来到了传说战场，无惧的开始下一场战役。我可是最强的射手。第四名出场率 3.1%， 胜率 49.5%。 名言，手握圣剑，心怀正义。我想有在玩他的人听到他的名言，应该都已经猜到他是谁了。跟萨尼是好朋友，有自动回血的被动，喜欢钓鱼，手里握有正义的圣剑，技能组非常的简单，是一位王子。
生日5月20号，身高183，他就是骷髅领主莫托斯。骷髅领主莫托斯，我的生命永垂不朽。雄霸一方的大领主莫托斯，用珍贵的秘银布下亡灵法阵，在以万民之血浇灌其中，创造出一片充斥着诅咒与哀怨的领域。在我的领地，我主宰一切。接下来要公布我们的第三名了，在这边你们已经猜对几题了啊？有没有跟我一样全猜对呢？出场率 3.2%， 胜率 49.1%， 名言星辰的光芒将一直守护大地的安宁。我想听到这个名言，应该也很多人已经猜到他了。他仇敌是安格列，团战中是后期的大魔王，是一位美丽的精灵女王，却没有任何的艺术细胞。生日1月1号，哇，他是元旦出生的呢。身高172，上手难度 2.7，攻击伤害高达 9.1%， 他就是特尔安纳斯，暗影森林的女王。伟大的特尔安纳斯，他已在此沉睡千年。这一切都源自于千年前的那场战役。在他的带领之下，我们成功地抵御了黑暗之主的邪恶大军。但特尔安纳斯也遭受到了黑暗之力的反噬，不得不陷入沉睡之中。而如今，特尔安纳斯终于驯服了这股黑暗力量，我们的女王终于归来。果然是精灵女王牺牲自己来拯救这片森林。现在就来公布我们的第二名，出场率 3.8%， 胜率 49.3%， 名言早安艾伯恩森林。他是森林守卫军的领袖，有所长的优势以及超高的伤害，人称简单暴力好上手的角色。跟特尔是小时候很要好的玩伴，喜欢花花草草。生日3月1号，身高159，他的背上有一对翅膀哦，大家猜到了吗？就是我们的克里希。现在轮到克里希了。因为官方没有克里希的解说，所以在这边我只有放上他的造型，让大家看看克里希是谁哦。接下来就要来公布我们排位赛最常出现的角色，第一名，出场率 4.5%， 胜率 47.5%， 名言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玩传说第一个会接触到的英雄角色，有一套秒杀的邪教魔攻流，跟紧都是二代的猎魔者，在军团里酒量最差。生日2月17号，身高178，大家有猜到了吗？给你们3秒钟的机会，猜猜看第一名是谁哦。答对的没有奖励哦，只是猜猜看而已哦。3、2、1，他就是我们的凡恩啊。然后官方也没有凡恩的解说，所以在这边我是放上凡恩最新的造型，火神加巨土的造型给大家看看哦。
寻他是谁啊？下巴未免也太尖了吧？传说是想怎样？有没有人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这个造型是谁啊？这就是本次2022排位赛中出场率前十名的角色。如果跟你所想的前十名有所不同的话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因为这也都是网络上的数据，我也只是拿来做参考而已。在这边大家总共猜对了几题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说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哦。对了，我最近有想做一个传说角色的身高跟生日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我再来收集资料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你们想要看什么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开启你们的小铃铛，别忘了追踪我的 IG， 会有我更多的日常生活影片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